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是2023年6月23号。那在昨天呢22号的时候呢，大马的旅游部长张信庆呢，他又有一个惊人的消息，那就是呢他公布这个第二家园计划 MM2H 呢将会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别。第一个呢是这个 Platinum 白金，第二个是金 Gold， 第三个呢是分为Silver 是银这个计划。那这三个不同的类别呢将会对这个存款的要求呢有所不同。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其他的条件方面呢他们也会去探讨，使到整个 MM2H 使到整个第二家园计划呢更有的伸缩性，以及很重要他说了一句 anyone can apply， 使到整个计划呢任何人都可以去申请。这个是一个比较劲爆的消息啊！那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更新，或者你想申请第二家园计划 MM2H 呢，记得留言给我，留言给我。好的，那下次等到我们有这个更多这个第二家园 MM2H 的计划它的详情之后呢，第一时间会跟你分享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OK， 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